很早以前有在网上看到过打铁花的画面，非常绚丽，于是这一次特地跑到最前端，想用相机记录下铁花划过夜空的美丽景象。刚开始看到铁花似岩浆一样飞溅过来的时候，内心还是非常恐惧的，直到发现铁花落下之后对人体基本没有什么伤害，我就大胆地往前拍摄如此震撼的画面。但是友情提醒，千万别穿羽绒服。